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姐姐，我们晚上住哪里啊？再去住旅馆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们的钱不能乱花，所以不能住旅馆呢。旅馆好舒服啊，有软软的床，还有软软的枕头，还有热水可以洗澡。可是如果我们的钱都拿去住旅馆，那我明天就没钱买东西吃了。走吧。走啦，我们住不起。我看一下，就看一下嘛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我就想看一下。看什么看？走走走。走吧，人家都不让，走吧。老爷爷，你不舒服吗？我的胸口有点疼，不过没关系。哦，老毛病了，谢谢你们啊。那我们可以帮你拿东西啊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啊。好。对了，爷爷，这些乐器你都会演奏吗？这个，我是来这儿表演的。真的？好好哦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嗯，走。走吧，走。里边请啊，里边，直走啊，就放这儿吧。好，那我们放这儿，我们就走了。别急，爷爷没有什么小费给你们，就请你们喝几杯饮料。服务生，哎，拿两杯饮料。啊，好。啊，你们啊，在这休息一会儿啊。来。谢谢。世心，我可以放你走，我可以不要你这个丈夫，但如萍不能没有你这个爸爸。你为什么忍心这么对待如萍？为什么？世心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难道你一点都不挂念我和如萍吗？
您身体不舒服吗？如果您真的不舒服，我们可以陪您回去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这么晚了，你们俩还在外头啊？哦，你们家就住在附近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一定没有和你们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是吧？嗯。你们俩这样到处乱跑，这才叫危险呢，还要担心我的安危呀。可是我和姐姐是两个人，可以互相保护。爷爷，你只有一个人，没人照顾，也不知道住多远，所以我们当然担心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就住在这家旅馆里。刚才呀，我是拿着我的手风琴和这箱乐器到店里去修理了。哎，那叫手风琴吗？好奇怪的乐器呀。是啊，这个手风琴拉出的音乐很好听，最适合边听边跳舞了。我喜欢跳舞。是呀，他可会跳了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今天呢我不太舒服，没有力气拉这个快乐的音乐了。改天等我身体好一点，我一定拉给你听，好吗？好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如果你们没有地方住，那就在我的房间里待一晚，啊，挤一挤，将就着，好吗？先生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烊了，您明天再来吧。我们已经打烊了，您明天再来。大病久了，可去啊。嘿，起来了啊！洗洗脸，吃点东西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八爷爷，谢谢你收留我们住一晚。没什么好谢的，反正啊，饭店会提供房间给表演的艺人们住的，不用钱的。哦。八师傅，因为酒吧的生意一直不是很好，经理说要换种表演方式，已经请了另外一支歌舞团了。哦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您就不用再表演了。哦，您的费用已经给您算好了，待会儿就可以去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在这儿坐一会儿，啊。爷爷坐。哎，好。八爷爷，您以后不在这里表演了，那住在哪里啊？我以后住哪里？你是问我这个吗？对。像我这种自由的表演者啊，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。那现在哪里有工作？
这我哪知道啊？不过慢慢找呗。哎，对了，我昨晚答应你，要让你听跳舞的音乐。哎呀，正好，现在啊，我们有空，我给你拉一个，怎么样啊？好，嗯，好，好，哎。走吧，嗯，今天心情都好起来了。是，哎呦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小女孩是您的家人吗？什么事啊？啊，刚来的歌舞团里啊，有个伴舞的小女孩，她的脚跌伤了，整个星期都无法上台。我觉得跟经理说了一下，这个小女孩啊，应该可以顶一下。啊。我不会跳舞呀，你在旁边做做样子就行，很简单的。好了，姐姐，你就试一下嘛，这样我们就有地方住了。疼不疼啊？就这儿，来，来，过来。教练，就是这个女孩，她叫哦，她叫圆圆，这是她的艺名。圆圆，圆圆，嗯，模样不错。你会跳舞吗？不会。简单，待会儿你看大家跳一次，你学着做给我看好吗？嗯。
来，喝水。好。八爷爷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取艺名啊？哦，我看啊，你们应该是出生在不错的人家，上台表演，不知道将来你们的家人能不能接受。反正只是方便人家叫你，所以给你取个艺名，以免将来惹上麻烦。哦，哎，小军啊，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啊。小杰，以前那是谁教你跳舞的？我自己想的。爷爷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拉手风琴？我想拉跳舞的音乐。这个没问题，不过呢，你个子还太小，那手风琴呢，你拉不动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过来，我呢，我就教你这个，好吧，听着啊。在这里等妈妈啊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一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好难过，让我想起了爸爸，也让我想起了妈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难过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各位来宾，我们是上海来的凤凰舞团，这次专程来厦门，为大家奉献上一场非常精彩、非常流行的表演。现在，
有请我们的主唱凤凰小姐，有请。表演的怎么样啊？哎呦，我紧张死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。姐姐，你表演的好好哦，你在舞台上好好看。是啊，是啊。你表演的不错哦，很可爱啊，好极了。小杰，你改的动作也特别好。下次我们在练舞的时候，你一起过来，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想吹你就吹吧，可是我一吹你会哭啊。我是一时心情不好才会哭的，想吹你就吹，我没空理你。小杰，你原来会吹口琴呐？你怎么骗我说不会吹呀？我真的不会啊，是你昨天教我音阶，让我想起了我在安平听到的曲子，所以就吹吹看。啊？你听了就会吹啊？嗯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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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叫笛子。我教你吹，嗯，看着啊。老爷，这位林师傅要见你。林师傅啊，怎么样，修好了吗？啊，修好了。这早期的留声机啊，已经不好找了。哦，
我从日本啊找了接近的款式，重新打磨，效果比以前还要好。是吗？哎呀，让你费心了。酬劳我改天让他们给你送过去。啊，好好，谢谢老爷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请。好。老爷，这留声机您拿去修了，您没给丢了。就算丢了，事先还是会买个新的。我花那个钱，干脆把它修了。嗨，老爷说的是啊。把它收好了，等事先回来再拿出来。哎，好好。哎，好好。小心点啊，别再碰坏了。哎，好，我一定好好保管。教练，哎呦，圆圆啊，刚才经理跟我说了，客人说你跳得特别好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会唱歌吗？会呀。那你唱一个给我听。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不错，圆圆啊，你的声音特别好，音色也很美，我以后教你唱歌，等你学会了，我单独让你上舞台表演啊。哎，八师傅，你说呢？哦，只要孩子们愿意就可以啊。嗯，那我只唱这首小星星可以吗？你就唱这首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教给我的，也是我爸爸教给我妈妈的，我想唱给大家听，也许我爸爸能听见。不行，这首歌太简单，客人不会喜欢的。你最好能唱一些流行的，或者是受欢迎的老歌。可是我会唱的歌很少呀。这样吧，我教你唱别的歌，放心，你很快就会学会的。等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你唱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唱这首歌了，好吗？嗯，好，那我就先唱别的歌，以后再唱这首小星星。你现在还太小，不能唱太成熟的歌。又要流行，又要适合他。我想一想。哎，周璇的这首新歌《风雨中的摇篮》很适合小女孩唱啊。凤凰，你唱一遍，让他听一下。来，大家坐下听。哎，走吧。好，来坐下。好听哦，嗯，将来我也要把这首歌唱给爸爸听。